休士顿 Local News Time， 让我们关心这里的新闻，关心这里的资讯。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美俊，很高兴在今天星期一的节目当中，在空中和听众朋友们一块来关心一下发生于休斯顿和德州的重要消息。首先在天气方面呢，那么过去这几天的阴雨绵绵，或是感觉到好像是天气一直有浓雾，或是有很多的云层，那么在今天因为会有一个冷风过境，会将这些阴沉的天气呢通通吹走。虽然所谓是冷风，但是在天气的气温方面并不会影响太大，所以气温和昨天还是差不多的。不过今天也是有下雨的机会，下雨的机会高达 60%。 好，那么在过去这一个 weekend 是十分的繁忙，在休斯顿地区总共在过去应该算是昨天这个晚上吧，发生了5起的我看啊，总共是5起的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啊，所以说是让休斯顿警察忙得不予开交啊，一直在接这些枪击案，也就像是美俊之前提到过，现在休斯顿的治安真的是有每况愈下的感觉。那么另外呢？大家所熟知在方准和59号公路的这一个 Fong's Kitchen 已经在休斯顿有长达超过30多年的历史，是中外人士非常爱去的一家著名休斯顿餐馆。在昨天晚间11点45分的时候，突然传出大火。那么根据消防队的表示呢，这个火苗似乎是从餐厅里面开始的。那么当火势被扑灭之后，可以看到 Fong's Kitchen 里面严重的受到火灾的损害。那么当然在昨天的晚上或是半夜的这个大风更加剧了火势的厉害程度。现在 Fong's Kitchen 正在评估他们受损的情形，而消防队员也正在做更进一步的调查起火的原因。好，那么 Galveston County 在今天早上9点半开始来接受疫苗注册的登记，这个疫苗仍然是给年长人士和18岁以上的成人，身上有所谓的这些特别指定的慢性疾病才可以去登记。那么在上个星期当 Galveston County 开始登记的时候，在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这个登记的名额就被填满了。在上个星期六 Galveston 他们在 Lake City 做给800名的 Galveston 居民做了疫苗的注册。那么 Galveston County 的卫生部官员也说，这个也是同样发自于休斯顿的卫生部官员，表示很多居民去登记其实并不符合所谓 1B 这一个群体的标准。那么因此呢，虽然被登记了，但是去要接种疫苗的时候会被打回来，因为还没有轮到一般普通的民众去登记接受疫苗。好，那么这是发生在昨天啊，在休斯顿的北边，这是在 North Side 靠近 Sunny Side 的地方。警方表示这一个 Amazon 的Delivery 专门送货的驾驶人呢，在这个是路边，就离300号 Sunnyside 只有不到1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3个多月大的小婴儿躺在这个 car seat 当中，就被丢弃在路旁。他当时赶快的去将这个婴儿从路边救起。那么之后呢，就知道原来这个婴儿是因为一个小时之前的 carjack， 就是夺车或是偷车的原因，被这一个 carjacker 就是偷车的人呢，把婴儿最后放在路边扬长而去。那么现在警方正在靠路边的 surveillance camera， 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头绪，将这一个恶徒绳之以法。
好，那么 SpaceX 在昨天顺利的升空了。那么这一次呢 ，SpaceX 他们所发射到太空中的火箭任务非常的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这次带了应该算是前所未有多的卫星将会发射到太空中。那么这些卫星总共有多少个呢？总共有143个卫星在这一次的任务当中被 SpaceX 的火箭带到地球的轨道上。这143个卫星当中有10个是专门给 SpaceX 它的 Starlink Internet。 记得 Elon Musk他曾经说希望这一个 Internet 呢由空中传来卫星的 Internet 将来能够帮助全球的人民都能够无限度的上网。另外还有130多个卫星是其他的这些私人客户。那么大家不仅好奇在地球的轨道上好像已经有了太多的卫星，那么如果造成卫星碰撞爆炸或是掉落地面，那不是非常的危险吗？那么科学家表示呢，这些卫星的确很多都盘踞在地球的轨道上，那么有些已经年老失修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作用。但是呢就算是碰撞到其他的卫星呢，它们爆炸之后的残留余物应该也都是继续的在这个地球上空的轨道上面旋转可以旋转的好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好，最后和听众朋友们报道的是，休斯顿根据一项报道表示呢，是全美城市当中欠这个 credit card 数目的第四名。那么平均在过去一年，休斯顿人民的 credit card 的这个账单呢的欠款额至少是3911元，那么这是全国第四名。在德州的其他城市，像 Dallas 还有San Antonio 和 Austin 也算是名列前茅，可能都是前十名或前十五名，但是其实和休斯顿的数目差的并不多。不过一般的可能民众都认为这个3911块好像是这个欠款额好像少了一点，这是美军个人的感觉。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德州以及休斯顿方面的新闻，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